有一个男子怎么会趴在快车道爬行呢？让民众惊呼实在太危险了。台中市有民众22号中午12点多开车行经五权路跟公园路口，在停等红灯时，突然看到这前方的驾驶就下车，还跪在对向的快车道上爬行。这诡异的行径呢，都被拍了下来，还 PO 上网，立刻引发讨论。辖区警方获报说，这样的行为是已经违反了交通法规，提醒民众，如果真的是有东西不小心掉落车道，可以寻求协助，避免引发事故。男子跪地匍匐前进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，但这里可是车来车往的快车道。因为他在拍膝盖，我以为他跌倒，然后就又变成是爬行的动作，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行为是在做什么。22号中午12点多，台中市一名驾驶行经五权路和公园路口时，被眼前这个画面吓了一跳。起初以为是男子跌倒，没想到突然爬在车道上爬行，惊呼很恐怖。是觉得有点恐怖，因为就在大马路上，是有点危险。后方驾驶第一时间将眼前画面拍下，并分享到网络社群。不少人都说，如果有车辆不慎撞上来，实在很倒霉。有好几次的嘞，我当时也找人家人讲唔是咧，可能被我太太发了什么。附近民众表示，前几天这名男子就曾跑来在快车道前后爬行，真的很诡异。究竟是有掉落东西，还是另有其他原因，还有待厘清。只是这样的危险行径，其实已经触发。该行为是违反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第56条，驾驶人于禁止停车处所停车，处以600元以上1200以下罚锾。另外于车道上逗留的行为处以新台币300元罚锾。辖区警方呼吁民众，如果真的有物品不慎掉在车道上，可以寻求相关单位协助；否则像这样在快车道上爬行，要是后方来车闪避不及撞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记者洪杰明台中报道。